上语木雕艺术节的内列发通，台湾屯日本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日台木雕博物馆开始，总共展出台湾、日本有92件木雕创作，我们向前看到两片木雕用的艺术风格。然后它这是不是要表现说木头里面是有精灵的？然后这个精灵就是用木的形状来表现它。哎，他觉得这是一处蛮植物完成的一件作品。各有七个风格的木雕作品，无论用动物、植物做主题，也算人物雕塑。每一作品如果有七个的特色，也是上艺木雕博物馆比百年未举行的木雕艺术节提前暖身的台艺木雕交流展。有请两天共27的艺术家，总共有92只木雕艺术创作参展，利用一只平台相互交流学习。那为了说，双方的一个木雕的一个艺术啊，可以能够有所就是比较，然后也互相刺激，可以求进步。所以我们双方在找寻作品方面呢，就本着一个，就是有一点对抗，然后又有一点可以互相比较的这个基本原则下来寻找。因为台湾和日本过去创作所用的材料也差不多，故说韩国看得出功法被检查。策展单位也邀请日本后生艺术家来台湾，同国内的木雕家面对面交流，大家对对方的创作思路如影成熟，各有学习的空间。建築が多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っちはそういう立体というか造形、工芸もひっくるめて、あ、違うなと思ったのと、やっぱこう。扱いも違うな、すごいなと思って。あの逆に材料ね、唔係個像要岩木安尼一幾條安尼去做，哦，接著我用安尼個夾背啊吼，用榫头去卡啊吼吼，安尼岩树来搞落去，实际颜料都唔是幾同的安安尼咩吼。一百一展览特色除了作品个体质、雕刻的方法过丰富以外，参展的艺术家当中也有许多西门人展现出木雕用的艺术风格，对国内的木雕工艺创作带来更多的启发。客家新闻杨一诺、麦丽波涛。